掌声，以尖叫声再次，各位警官的长官和听众们的晚安大家好。哇，非常好，这样才是非常有气势嘛。今天不仅是我们警办股份有限公司的尾牙山会，更重要的是呢，今天我也看到在座有非常多的合作厂商与同仁们同来同乐，来参与我们今天的尾牙山会。在今天尾牙山会的一刚开始之前，当然要先介绍一下主持人。主持人，我们的名字叫做 Taco T A K O 的 Taco， 不是餐桌上待会可能会上菜的 Taco， 更不是呢大家常常在使用3C产品会听到的插头。那今天除了有 Taco 在这里，当然也要跟大家先拜个早年，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猴年行大运，好利短看情，好利嫁宅配宅隆中来。这个时候应该是来点掌声，有没有？因为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带着所有的钱财，到我2016年、2017年、2018年，一直到永远。当然，今天的舞台上除了有主持人参考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阿星老师。哇，今天也在现场呢，邀请各位同仁们，除了一起来响应我们今天的尾牙餐会，最重要的是呢，今天还有我们阿星老师在现场，会跟大家呢用音乐陪伴。所以除了音乐陪伴以外呢，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同仁一定很多都是我们的歌王歌后，也欢迎一同站在这个舞台来跟我们一起欢庆今天的尾牙盛会。好，待会呢我们餐厅的好料理也即将端上桌，所以现在呢也请各位同仁们可以先稍坐一会儿。另外呢，待会还有最紧张的时刻。为什么说最紧张的时刻呢？在主持人面前有一个摸彩箱，在尾牙的时候少不了的就是要有抽奖。没错，待会呢我们还有抽奖活动，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中大奖。好，现在的时间呢，现在主持人也要来先来献唱一首。当然呢，等一下除了主持人要献唱一首以外，待会最重要的是台下的歌王歌后也欢迎一同上来来唱我们今天阿星老师准备的百万 KTV， 让大家人人都可以当明星。
不太能够，在滋味不。